今天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上鱼方法，这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教学视频。以前我就说过，鱼就在脚下，只需要把饵丢下去抖几下就行了。不信你就看好了。你看，路亚就是这么简单。路亚就是这么简简单单，很无语。这个小朋友是真的傻。